最近好热啊，这种暑气逼人，很热，总是呢围化来，就一种形容啊，如火炉。所以佛陀说，三界如火宅。是啊，三界如火宅，亲像一个火体同款，感受是讲热，亲像火炉。但是佛陀安尼讲，三界如火体，这个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有，就是人心的意念呐。人口量现在是将近80亿，佛陀的时代呢，才1亿多，对人类来说，2000多年来，这样天空没有更大。地球没有更多，但是呢，物质能量被挖掘，不断的开发，不断的消耗，这叫做破坏，破坏它，污染它，所以呢，这一片天空啊，眼睛可以看到的。这样的过程，这浓烟不断地冒出来，那就是已经呢，资源呐，干净的资源化为污染，要满足人的需要，因为消费人口越来越多，到底。有多少量，还有多少量给人类呢？这样的大量消耗掉，大地到底有多大还可以呢？本来很干净的质量含藏在大地里，被人把它挖起来，让它污染过，供应给人类需要，人类呢把它随手丢掉，成为呢回归大地有困难，就变成了垃圾，污染大地，污染大海，污染天空，这都是呢人类所造作的业力，所以贪欲意念不断开花，消费了资源，一直挖掘破坏，滴滴作业，最后呢，还是呢，灾难不断的，大乾坤气候变迁。小乾坤的毛病的病象越来越多，所以呢，总而言之呢，这叫做人生。佛陀出现人间，对我们说话，要我们呢，好好的觉悟。天空之大，总是一个相对的责任。相对的责任，又想到了科技发达，很不可思议啦！我一直在想着，这一辈子要很感恩呐，感恩
父母恩给我身体，感恩师恩引导我有机会因缘入佛门出家，感恩大地众生在时间人间里，在这样的科技发达的空间，让我有因缘可以接触到了很多科技人，我可以不离开这个位置，可以呢听到天下事，不同人种、不同国度、不同的习俗，我可以坐在这里，跟着天下不同时间时差。我们这里的早晨，那里的晚间，他们在熬夜，听了我现在的声音，这样大家吸收共同一种话，这是我感恩生在这个时代，科技发达，跟天下大地呢有因缘的汇合在一起。从我了解的佛法，知道的人间事，那还有因缘走入慈济，面对这么多的大众，这样可以呢共成一件事，慈济事啊，那天下事，真正的呢慈济天下事，不同的国度里，那里都有慈济人，都可以看到了。最近常常啊，大家慈济人一定要看大爱，爱台是慈济的四大事业之一，那就是要天下人同观天下事。大爱台的信息呢，那上空中去了，它可以再播下来，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心要看。现在的科技指头一点，它要吸收多少，他们呢都能了如指掌，这种是指掌中啊就有世界，但是指掌中的世界呢是损坏破坏污染多少的精髓在我的手上，所以呢，每一次你用到的，总是呢要感恩呐，同时呢要忏悔，忏悔呢就是要自我反省，反省过来，愧疚自己，享受的太多了。付出的无几，但一旦付出下面呢，所以盘点自己的生命，到底这个身体为人类做出多少呢？无几无偌济啦，甚至呢无做掉，都是在依赖中的度过一生，造就了多少污染在人间，到了最后的这个身体还是苦难
臭味。所以我们能不忏悔吗？将来这个身体如何处理呀、啊？还是要沾染到了大地，总是呢，将来啦，在我们现在能生活的现在，我们能不赶快付出吗？行善，不造恶，这样，那诸恶莫作啦。众善奉行。